125.9。胡来，今儿这手气可不行啊！慢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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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慢点，别拿乱了，拿过来吧。这才拿到哪儿啊？这才开始时来运转。来，再借本大侠的钱。算了吧，你上次借的还没还呢。什么意思啊？这点小钱本大侠能不还吗？走，放过了。你还好意思说你是大侠？上次你替老王家抓小偷，结果把人家房顶都给掀了。还有上月那回，陈老太太摔了跟头，你说你扶起来不就行了吗？非得用轻功背人家回家，结果我一路上飞檐走壁把人家给吓着了，四五天没缓过来。我还好意思说你是大侠，帮谁谁倒霉。说的没错。什么说的没错？傻呀！注意。一句话，借还是不借？给我出去吧！干！要不是怕伤着你们这帮老百姓，我能让你们给扔出来？啊！那这几个小毛贼都抓不着，还当捕快呢？站开！站住！站开！站住！胡来大侠，你为什么不去抓土匪呢？我告诉你啊，我现在已经不是什么大侠了。可你在我心目中就是行侠仗义的胡来大侠呀。哼，行了，反正你爱怎么想怎么想，我是不管。懦夫！你说什么？我说你是懦夫，根本没有资格当大侠。你们抢了多少钱？给我点呗。哼，我不管你是谁，赶紧给我滚蛋！我劝你最好不要多管闲事了。好，我给你们算算，要饭、耍赖、出老千，哪个不能让你们发家致富啊？干嘛非得抢劫？风险高，跑又累，最关键的是还碰上我了。赶紧投降吧！你们要不束手就擒的话，你会被发配充军，你会被秋后问斩，你呀，你最惨了，你会被凌迟处死。我告诉你啊，我可不是被吓大的。客官，进来坐，客官，进来喝杯酒啊！哎，客官，客官，进来看看啊！进来，来，我来看看。我喝，我喝，我喝。让客官进来看看。不喝，不喝，不喝。客官，进来喝一杯酒吧。进来。客官，进里边看看，进里边看看再走嘛。喝一杯。客官。哎呀！知道今天抓那个劫匪造成多大损失吗？
多少？三千两。三千，这么快就打破衙门的记录了？就是，这个胡来可真是胡来，老是说什么保护陵水县安宁。我看呀，咱们陵水县没了他才能安宁。就是啊，他这么闹腾，难道衙门就不知道管管他吗？哎，来壶酒，拿钱呢？记账上，上次喝的还没给呢。哎，再喝一杯。不喝了，真喝不动了。哎，咱。走，喝别人剩下的干什么呀？来，喝我的酒。你为什么请我喝酒啊？你以前救过我呀，你忘了？哦，那谢了。慢。在这儿喝酒多没意思啊，我们找一个安静的地方，就你和我。我们去你家喝好不好啊？胡大侠哪里人啊？到底犯了什么罪？你们为什么这么对我？在你来这三年，我们陵水县没有一天安宁日子。这三年来，要不是我保护陵水县，你们早就被劫匪劫的什么东西了。可你带来的损失更大。老百姓有多讨厌你，你难道心里没点数吗？众所周知啊，咱们陵水县地处南北交通的要塞，往北直通两直隶，往南便达江浙一带。哎，这就是咱们来往的客商贸易频繁，想必也给在座的各位带来不少的财富。但这一得天独厚的这个位置呢，也给我们带来了不良的影响，那就是屡禁不止的匪患。是啊，所以啊，我们需要他保护我们的正常贸易。这雇民团？对，很简单，就是由在座的每位商家每人拿出一部分银子，来建立我们的共护民团，为陵水县保驾护航。绕了半天圈子，说了这么多，你不就是想拉我们入股到你们武馆吗？
可以成行了。那分红怎么分？没有分红。没有分红？咱们这是一个慈善团体，免费为大小商家押送货物。不但如此啊，就连外地来咱们临水县做生意的商家，我们也可以向他们提供保护。你刚才说无偿？对，这事儿办不了，打着无偿的旗号，别人还以为我们另有所图呢。就是。那倒不会，毕竟咱们临水县啊，请不起镖局的大小商户还有很多，咱们共户民团恰巧能帮他们解决这个问题。那不行，这没有回报的事，谁干呢？对呀，谁干？也不是完全没有回报。哎，我都想好了，等咱们共户民团建立起来以后啊，每一支押送的队伍都竖起各自商号的大旗，等民团走遍全国，各位的生意自然也就名声在外了。挂一面旗子就想让我们给你拿钱，陈兄，你未免想的也太简单了吧？这样吧，你给我钱，我给你挂一面旗子，如何？就是啊，是啊，陈兄，我看嫂子今天没给你做饭吧？把你给饿糊涂了吧？那不行，这没有回报的事，谁干呢？挂一面旗子就想让我们给你拿钱，陈兄，你未免想的也太简单了吧？陈兄。是不是嫂子没给你做饭，把你给饿晕了呀？开干了！让开！让开！干什么你们？让开！都让开！让开！你为什么打我的马呀？废话，我不打马还打人不成？你知道我的马多少钱吗？救人的时候把人拉开不就行了吗？为什么非要打马呢？把别人的马打死要赔钱的。赔钱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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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知道钱！一帮不要命的玩意儿！你就是个混蛋！大家听我说，你们没看到我还活着吗？你们说的没错，他可以用别的方式来救我，但当时情况那么紧急，谁又能想那么多呢？就算马再贵，也没有人命重要啊。马夫的钱我来出，大家都散了吧，都散了吧，散了吧，散了吧，都散了吧。谢谢你，胡大侠。没事。哎，胡大侠，您方便到我家吃个便饭吗？您还没吃饭吧？今天可得感谢您。我跟您说，胡大侠，我夫人做的红烧鱼那可是一绝呀！您今天一定得好好的尝一尝。来，这边这边。嗯。回来了。哎，回来了。这位是？啊，这位是胡大侠。我跟你说啊，我刚才在街上差点被马撞死，幸亏胡大侠出手相救。哦，你说是胡大侠救了你啊？对呀。咱们可得好好的谢谢胡大侠。哎，胡大侠，这是内人柳妙彤。哦，多谢胡大侠。哎，夫人，快去做一些拿手的好菜，咱们请胡大侠好好的吃一顿。好。胡大侠，你们请，来，快去啊。哦，来。哎，胡大侠。嗯。我说你开武馆的？对。哼，不是你连武功都不会，你开个屁武馆？我就是想找一些大户人家出点钱，然后组织一批武功高强的人来保护临水县的安全。哎呦，你找那帮铁公鸡掏钱，我看还是算了吧。可是你不也在保护临水县的安全的吗？我这不是已经后悔了吗？哎，我告诉你啊，嗯，会武功没用，还有什么行侠仗义那些事儿啊，千万别干，到后来啊，人家指着你鼻子嘛，跟他们那帮人你讲不了道理，就得来硬。好了好了，我们吃饭吧。嗯，啊对了，我跟你说，临水县这帮人真不是东西，我救了他们的命，反过来他说我造成了什么损失。那你就不会小心一点啊？每个人辛辛苦苦攒的财产被你几下就给打没了。
搁谁谁愿意啊？哎，那你说是命重要还是钱重要啊？啊，你说要命都没了，要钱有什么用？你永远都是这样，只在乎自己的感受，从来不站在别人的立场上考虑。怎么了？我说错了吗？全县的百姓，谁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？我什么样？算了，啊，反正我也不想当什么大侠了。你说什么我无所谓。你做什么跟我都没关系，你来我们家做客我很欢迎，但是，请你不要把无赖的那一面交给我相公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他一个妇道人家，不会说话，您多担待啊。来来来，吃饱了，走了。哎呀，你呀，胡大侠，胡大侠，哎，胡大侠，您留步，干嘛呀？妇道人家，您别生气。哦，对了，谢你请我吃饭啊。该说感谢的人应该是我，您救了我一命，我一定要报答您。哎，不必了。其实我知道，所有人都讨厌您，您心里啊肯定也不好受。哎，您别生气，我很想改变您。改变临水县百姓对您的看法，其实大家都知道，您一直在默默地保护着临水县，做了很多事情。我觉得您就应该受到所有人对您的爱戴。我不需要，他们不骂我就不错了。其实他们呀，就是一帮没有恶意的普通人，他们也喜欢大侠，崇拜英雄。我觉得咱们就做一点点小小的改变就可以了。咱们回头好好聊聊这事儿，成吗？这是我的名帖，您想什么时候来都行，我随时奉陪。您会再回来的，对吧？我等您。你今天怎么跟胡来大侠这么说话呀？你以前认识他？不认识，他那种人根本无可救药。其实咱们都知道，他并不是什么坏人，就是做事情有点问题。我觉得我能改变他，让他做一些好事。有他在啊，共虎民团肯定能成。你这是在浪费时间。凡事都要往好的地方想嘛。你总是喜欢看人好的一面，若是根本不存在呢？我有不好的预感。你啊，最好还是别和他来往，这种人啊，只会添乱。胡大侠，我就知道你要来。
看来我的话你还是听进去了，你果然挺想改变自己的。我果然没有看错人。没有，我刚才路过，我路过你门口，我没想。来来来，进来说，进来说。啊、不是，来来来，我就是路过，我没想进来，我真没想进来。哎，你来来来来，哎，走吧，进来。我们得改掉你以前的所有毛病，教给你怎么跟老百姓打交道。我能有什么毛病啊？这儿呢，这是我托人从衙门那儿找来的，全是你这几年在临水县所犯下的所有案件的记录。有这么多吗？有啊，不过这对改变你有帮助。嗯，嗯，你看，抢亲这事儿，把哥几个给我抢走！走啊，走啊，走啊，走啊！抢亲是我们这儿的风俗，你连问也不问，直接把新郎打成重伤。我怎么知道他们闹着玩的？啊，行行行行，就当你不知情，好吧。那这件呢？啊！我的腿！救命啊！救命！我的腿！当下救命！我都忘了这事儿了。你都忘了，他可不会忘。船上的人在家里足足躺了半年才痊愈。我跟你说，其实这些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在人们眼中留下的根深蒂固的印象。你想知道是什么吗？我不想。你就是个混蛋。哎，这话虽然不好听，但这是事实。当混蛋虽然不是犯罪，但也不是什么好事，这点你得承认吧。咱们得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。我跟你说，你虽然从表面上看的并不在乎别人对你的评价，但其实你做这些事情也能看得出来，你是希望得到别人赞赏的。哎，你救了别人的命，别人反而讨厌你，这也导致你不喜欢他们。我觉得这就是因为你不善于交流才导致的后果。咱们得改变现状，重新做人。哎呀，你别喝了，你就是一直喝，你再……哎，你别喝了。哎呀，你放开！你能不能就是因为你天天喝酒，你才……你放开！你们在干什么呢？哎，你别……我们刚才……我们在训练怎么和别人和睦相处。你们猜我刚刚买菜的时候看见什么了？知府大人亲自签发的通缉令，邀请江湖义士来抓胡来。我看啊，你还是赶紧离开临水县吧。哎，哎，你看，哼，我看他们谁敢抓我。哎，来来来，你坐你坐你坐，来来来，走走走走。哎，哎，真是要什么来什么，咱们现在就缺这个。我觉得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将计就计。什么意思？你看，现在老百姓讨厌你，知府大人要关你进大牢，你就踏踏实实的进大牢。我保证，临水县没有你保护，不出半个月肯定闹匪患。到那个时候，人们肯定会吵着求着让你回来搭救他们。不是，那你怎么就保证这官府一定让我去救他们呢？就算我想错了，你不照样也能从大牢里轻松地逃走吗？对不对？这么算起来，你也没有什么损失嘛。相信我，我肯定能让你成为真正的大侠。嗯，哎，走。本人心呀，没错。我要为我以前的所作所为向临水县的父老乡亲们表示歉意。你个无赖，滚出临水县！大家安静一下，大家安静一下，安静安静。
大家先听他说嘛。我知道你们都很讨厌我，我理解你们的心情。加油！我进入大牢以后，我会积极配合，服从管教，重新做人。最好永远别出来！永远别出来！永远别出来！永远不敢出来！我会努力改掉以前的毛病，请大家看我表现。好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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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给我快点，站成一排。告诉你们，到了这儿，你们都得听我的，好好表现，这样你们才能争取早日出去。跟我走。知道了，你们都是我抓进来的是吧？没错，没错。那怎么着？想报仇呗？你们认为你们打得过吗？所以咱井水不犯河水，怎么样？你想的倒挺美的。就是。我只想好好干活，不想惹事儿，请你让开。你死定了！你要是不让的话，信不信我把你变成一个球？拿命来！你真把人变成球了，哪儿的自找苦吃。哎，行，这个问题咱们待会儿再说。现在衙门打算让你蹲20年大牢。20年？啊。你要干嘛？你要干嘛？让开。你别这么冲动，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虽然判了你20年，但是等临水县的犯罪率一上升，衙门就会把你给放出来。你放心，快回去，回来你就是个懦夫。
你说谁呢？我说你呢。你再说一遍试试。你才待了多久啊，就忍不了了？你连面对现实的勇气都没有，你有什么资格当一个大侠？我告诉你，这个大侠我就不当了。好啊，那你就滚出丽水县，这样所有人都开心。我告诉你，我爱干嘛干嘛，他们爱高兴不高兴。你就是个混蛋，不要再摆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。相信我，相信我的计划，留下来，当所有人都需要你的时候，你就是一个真正的大侠。如果你不听我的，就这样走了，你肯定会后悔一辈子。首先，你要学会和身边的人搞好关系，比如说这些犯人。来，我来吧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被他这么一搅和，今天别想偷懒。第二，不要喝得烂醉，你的到来应该让所有人留下好印象。也不要轻易的把别人的地方给拆了，你的到来应该让所有人都感到开心，让他们有安全感。第三，要注意和官府打交道的方式。我问你，你以前是不是对捕快说过，你们怎么连刀都不带，是去送死的吗？不管他们做得如何，你要适当的去夸夸他们，毕竟人家是官差，你总得给人个台阶下，不是？假如有捕快抓到了劫匪，不要忘了夸他们，就冲他们说干得好。我能夸他们什么呀？来，跟我学，干得好，干得好。告诉你个好消息。怎么了？犯罪案件一下提高了30%，你看看，这才几天啊，这说明什么？这说明临水县没了咱胡来就不行。有人来看你了啊。浩明呢？他有事要办，今天就我一个人来的。那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啊？你还是走吧。啊？我知道凭你的本事肯定能逃离这里。走吧，离开这儿，走得越远越好。你让我逃走？临水县的劫匪那么多，你惹不起。怕什么呀？我又不是打不过他们。明着来你能打过，可暗地里他们就不会报复你吗？来多少打多少，我可不怕。可我怕。我知道你能打，无论多少人都不能把你怎么样。可汉明呢？他怎么办？你能随时保护他吗？你能保证他不会因为你受到一点伤害吗？所以以后请你离汉明远一点。
还有，我劝你以后不要逞英雄了。这帮劫匪就出来抢东西，也太嚣张了。就是，这县城已经发生好几宗抢劫案了，这捕快也太没用了。我觉得呀，你出去也就是这几天的事儿，看看我给你准备了什么。什么东西啊？为你出去准备的衣服呀。黄不拉几的，多扎眼，我不穿。扎眼才显得独特呀。那还显得我目标明确了呢，都过来打我，我不穿。这是制服，代表着使命。就像捕快一样，这代表着你的天职。谢谢你啊。嗨，不用谢，我也不光是为了你，也是为了临水县的安宁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你这么做会引起更多劫匪的报复？还怕什么？不是有你保护我呢吗？正是因为我，所以你才更危险。我知道。那你怎么还这么做？因为没人做。临水县现在匪患猖獗，却没人站出来。这是我们的家，如果我们一味地选择逃避忍让，那迟早有一天这个地方会被劫匪所侵占。到那个时候，覆巢之下焉有安宁？难道我的处境就安全了吗？而临水县百姓的安全又期待谁去保护呢？胡来大侠，怎么了？县里发生特大抢劫案，捕头大人，我请你来帮忙。太好了。这可是你证明自己的好机会啊。回去吧。不行，我要亲眼见证胡来成为临水县的英雄。大哥，外面重重包围，我们冲不出去啊！拿轰天雷给我炸了！派人驻守了，现在还有西边一个出口。哎，来了来了！胡来，在哪儿呢？胡来吧，那边。胡来，胡来了！
你们看，胡来，胡来，就是啊，胡来。千万要控制住，一定不要撞着房顶，千万不要撞到。这样好了，你看，千万别撞着。太好了。什么情况？集装被劫，里面至少十几个劫匪，他的连弩守在里面，我们根本无法攻进去。已经两个时辰了，双方一直在僵持，他们的头目雷虎武功十分高强，你能不能应付？放心吧。哎，干得好，你们干的都挺好的。干得好，我可以帮你吗？啊，这你长得挺漂亮，但是男女毕竟授受不亲啊。你别烦我，赶紧把我抱走。好嘞。他把人给救下来了。好啊，胡大侠，胡大侠，你看，胡大侠，胡大侠，好啊。现在我们只有靠你了，走。是你，你认识我？哼！解决了，干得好。不对，是你干得好。胡大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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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胡大
我说你别走啊！大家静一静，静一静啊！你该跟他们打个招呼，这些欢呼声啊，都是你应该得到的。大家好。大家安静一下。胡来，这些啊都是咱们临水县的各大商户。胡大侠，久仰大名，今日终于荣德相见，是我们的荣幸啊。胡大侠，小人今日特地为您准备了上好的酒席，一切花销全部免费，仅此感谢胡大侠的赏光。胡大侠，里面请。来，胡兄，那我敬你一杯。哎，我听说县令大人要把这件事上报给朝廷呢。哎，这点小事不至于。反正不管怎么样，咱们这回啊可是彻底的扬眉吐气了一回。说实话，我到现在心里面还不能够完全平静呢。你们倒是挺淡定的呀。说说你俩吧，啊，你俩是怎么认识的？我跟你说啊，三年前，劫匪来到我家，抢走了我所有的财物，并且临走的时候在我家放了一把大火。正当我面对大火束手无策的时候，有个人出现在了我的面前，并且帮我一起扑灭了那场大火。后来就一直陪在我的身边，替我操持家务，陪我重振家业。再后来，他就嫁给了我。说说你的身世吧。我就没什么可说的了，我就记得我身受重伤，然后被人活埋了，后来一场大水呢又把我冲出来了，结果路人发现我还活着，就把我给救了。那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我也想知道怎么回事，但是就是什么都想不起来了。失心症？那就没有什么线索能够想起以前的事情吗？我身上有一块写着青城山的令牌，还有一本看不懂的破书。我之前去过青城山，后来发现一片废墟，什么都找不到了。后来我就流浪啊流浪啊，就到了临水县，累了就哪儿也不想去了。那这么多年没有你的家人来找你吗？我觉得应该找过吧，但是时间久了也没有人来找我，他们可能习惯了没了我的日子吧。你怎么了，妙童？啊，没什么。我觉得他挺可怜的。嗨，说这些干什么？今天是值得庆祝的日子。对不起啊。嗨，你说什么对不起啊？今儿这菜还行啊，相当不错。这是我第一次吃霸王餐，吃的这么理直气壮。来，今天谁也别浪费啊，都吃光了，吃光了啊！喝酒，来，来，慢点，慢点啊！我怎么感觉所有的东西都在转呢？啊，是啊，他们不是都喝多了吗？嗯，来，坐下。不用扶，我自己能上床。脚抬起来，把鞋脱了。不用，我自己能脱。别动，你相信我？我当然相信你啊。我跟你说，你现在就像一块臭豆腐，一开始别人都不喜欢，但你冷不丁这么一尝，味道还不错，而且还戒不掉了。嗯，你现在就是临水县最好的臭豆腐。哎，
跟你说了你也不懂，太深奥了。相信我，你一定能成为一代大侠。好，我相信你。睡觉吧。好，睡觉。你也早点睡觉。胡来大侠给我盖过被子。他睡着了。那什么，谢谢你啊。没事，你也早点休息。哦，早点休息。对了，你吃饭的时候没事吧？哦，没事，我是因为，我不是因为你的事情哭的，我喝多了，喝多了。哦，时间不早了，你快点回去休息吧，我也该睡了。警告你，刚才发生的一切要是让汉明知道，你就死定了。发生什么事了？啊，你醒了？这怎么回事啊？昨天晚上胡大侠喝多了，有点耍酒疯。不过你睡觉睡得真死，这么大动静你都没听到？喝多了酒了。你别说是我告诉你的。耍个酒疯就把门撞成这样了？对呀，所以说他武功高强嘛。相公，我抬不动这个。你力气真大。
相公，嗯，我之前不是说过想让你带我去苏州玩玩吗？嗯，什么时候说的？刚才啊。嗨，好啊，你想什么时候去？吃完饭就走。这么快啊？对啊。今天恐怕来不及了吧？哎呀，去嘛，就我们两个人。你不是一直想让我给你生个儿子吗？这个主意好。打扰了，你没事吧？啊？啊，我刚刚还在跟汉明说呢，你以后要少喝点酒，要不然我们家这房子啊，可经不住你折腾。哦，对对，我昨天喝的有点太多了，不禁有点高兴，弄成这样。陈先生在家吗？哎，来了。哎，去吧。陈先生，啊，我们家老爷让我给您带个口信儿。哎，您说。赶紧走。你想干嘛？稍等一下。啊，好。你们能安静点吗？哦，没事儿，刚才不小心打碎个杯子。小心一点儿。嗯，好。您接着说。哦，我们家老爷说啊，关于先生之前说的共护民团，他很感兴趣。你要干嘛？不干嘛，看看。果然好功夫。我警告你。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。我想跟你谈谈。没什么可谈的。好啊，那我就在这儿慢慢跟你玩。信不信我杀了你？你杀得了我吗？我功夫比你高。那可不一定。有劳了。你们干嘛呢？啊，你看这屋里乱糟糟的，我们收拾一下。对对对对对，告诉你们个好消息，那帮人又对我的计划感兴趣了，约我见面呢。这是个好事儿啊。我得准备一下。你走吧，我真的没有什么可以说的。我就是想知道自己是谁，就这么简单。好，我答应你，但是搞清楚以后你就立刻离开，离我和我相公远点。我在我家等你。我跟你们说啊，等以后咱们共护民团还可以跟其他的州县合作，建立民间驿站，接待往来的客商。陈先生，你说的这些我们以后再说，眼下我们先谈谈胡大侠的问题吧。对，你现在先带我们去见见胡大侠，要不然其他免谈。就是，带我们见见胡大侠。我们跟胡大侠这都是仰慕已久啊。好，别带我们见见。我带你们去见他。驾驾。我来了。
你还问不问了？问什么呀？我告诉你，我没时间在这陪你闹，你想问什么就赶紧问，我实话实说，然后你立刻离开临水县。我是不会走的。你拿我寻开心是吧？哎，好，我答应你。坐吧。问吧。我是谁？你为什么会认识我？我和你一样，都是从青城山来的。这是你我二人当年使用的兵器，日月双剑。可是我后来……没错，你去的时候，那里已经被夷为平地。三年前发生了什么？你的本名叫胡云峰，你和我一样，都是青城山慈云大师的弟子。三年前，我们的师叔雷虎勾结山匪，企图抢走门派的武功秘籍。师父保不敌众，临死前，他把秘籍托付给了你。师父，等我们赶到的时候，师父在临死的时候把秘籍托付给了你。当时雷虎趁你不备，你被他的毒镖击中。那后来呢？后来发生了什么？后来我们两个人被雷虎追杀，一路逃。逃到了悬崖边，然后我们两个就……悬崖以后，你把我活埋了，后来嫁到临水县，过上了好日子是吧？不是你说的那样的。当时你身受重伤，又中了毒，我守了你几天几夜，你都没有醒过来。到最后你没有了气息，我才确定你已经死了。我为了躲避雷虎的追杀，一个人迫不得已才逃到临水县的。可是我还活着，你知道一个失去记忆的人，这几年是怎么过的吗？我知道是我对不起你，我的错都是我的错。其实你来到我们镇，我就知道了，但我不想再涉入武林纷争，我也不想让汉明知道我会武功，我只能选择远离你。我欠你的，下辈子还给你。你欠我什么？咱们到底什么关系？啊？我们是师兄妹。不信。只是师兄妹的话，你昨天不会对我那样。我就是你师妹。好，你不说是吧？我这就把你会武功的事告诉汉明。不许去！哎，师傅。
孩啊！这么高强啊！你也不告诉我，这深藏不露，藏得太深了吧？有个武功这么高强的夫人，你也不说。陈兄，共护民团还缺多少钱？尽管开口。哎，就是这样。不，这个事待会儿再说，这个事待会儿再说。啊，妙童。你听我跟你解释，你确实应该好好解释一下，你手里为什么会拿着剑？你会武功吗？他会。对，我确实会武功，而且我们两个是来自同一个地方。你们？我和他。你最好把所有的事情都解释清楚。没错，好好解释解释。你能不能让我们两口子单独在一块儿啊？我现在可比你有资格听他解释啊！事实上是什么？事实上，我们两个之前有过婚约。这事儿，刚才你可没说过。我们两个又没有正式成亲，更何况，我不是以为你死了吗？那这种事情为什么不提早跟我说呢？说不说又能怎么样？早就过去的事情。再说，他也不记得了。他不记得，但是你记得。你能来这里找他，就证明你没有忘记他。不是，我和他之间的婚事都是师父撮合的，我们两个更多的是兄妹之情。可是，我和你不一样，我从遇见你的那一天，到如今我嫁给你，我柳妙童这辈子只爱你一个人。你也就是嘴上这样说说罢了，谁知道你们以前相处是什么样？我所说的，就是我心里最真实的想法。那你现在想怎么样？我不想怎么样。哎，妙童。韩明，我跟他之间什么都没有。他对你的感情是真的吗？我知道。那你干嘛不去追他呀？可是我刚才对他说了那些话，明明我心里相信他说的一切，但是我嘴里说的又那么刻薄。我真不是个男人。你还知道啊？那我现在该怎么办？我怎么知道啊？但是我敢向你保证，你现在要是不去追他，你会失去一个好女人。大哥，我们现在怎么办？想不到胡世侄居然还没有死。哼，正好我还要找他拿样东西。大哥，我知道胡来在临水县有个好朋友叫陈汉明，我们可以把他抓起来，到时候就不怕胡来不束手就擒。哼，好。我和胡师兄从小青梅竹马，一起长大，又在师父的授意下立下了婚约，一切顺理成章。我也接受了命运的安排，但是却没有认真的考虑我们两个人的感情。直到3年前，师门遭遇了那场大难，
把我和师兄分开。汉明，你知道吗？和你在一起的这几年，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。原来决定一切的不是命运，而是我选择了自己最爱的人。我怎么感觉我头有点晕？不好，赶紧走。雷师叔，柳妙童，想不到你不但没死，还嫁到这儿来了。小日子过得怎么样？蛮幸福吧？雷虎，你到底想干嘛？交出秘籍，我就放你一条生路。秘籍在胡师兄那里，你们有本事，找他去要吧。既然如此，那就烦劳你跟我走一趟。上！要想救你的夫人，就去告诉胡来，让他带上秘籍到威虎堂来见我。走了。胡来，胡来，快，快去救妙童，他被雷虎抓走了。在哪儿？在威虎堂。我跟你一起去。不用了，你武功太差了，去了也没用。放心吧，我一定会把妙童救出来的。拿着。胡师侄，先不忙着救人，我要的东西带来了吗？啊！你先放人。住手！Thank you.
侠。一直以来，你师父把所有的武功都交给了你，今天我就让他的好徒弟跪在我的脚下。苗童，现如今共虎民团已经建立起来了，但是我觉得生活中还缺少点什么。什么呀？咱们回家得努力了。努力什么？嗯，你说明白点。十个月以后你就知道了。讨厌，你信不信我给你一掌？疼，疼。哎呀，这在大街上呢，好多人呢。起来啊。一年一度的烟花大会，可惜胡兄没有参与，真是可惜了。谁让他非要跑去护镖的？看不见活该。说的也对啊，他不在反而清静。咱们回家吧。嗯，走。真好看。信号我已经发了，我的兄弟们一会儿就来。识相的话，把东西给我留下。你们动一下试试。